下面呢，我们进行飞虎拳的第三段的演示。我们在前面接了叉掌、按掌、挑撩手，现在呢，我们做右侧挑撩手，奔出。在奔的过程中，大家注意看我的手型，回。右勾手从前面回来了，收右步了，然后右步向前奔出，右手变勾手向前奔，奔出。在奔的过程中，左勾手变掌按于左腰侧，然后呢左手再回来，再收到右腰侧，左腿呢也收回了，再向左侧再奔，啊，再奔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这样，一般做两个就行了啊，做两个就行了。大家看我，一动，两动，结束。好，我从正面给他再做一遍。当左右挑撩手做完以后，我们就打一个七星锤，在通背套路中间，皮挂拳里叫做七星锤。右左拱背向前平劈，紧接着迎击右肘提膝。大家再看一遍。右拱背，右手向前平劈，提右腿，磕肘。我从正面给大家再演示一遍。拱背，平龙劈，磕。注意，提膝要提起来。臂也要曲肘放在自己的身前，提膝接肘的过程完成以后，右步向前跨出，形成弓步，形成右弓步冲拳。然后的话呢，右手变掌向上撩起，撩起左拳也变掌迎击右臂，不停接完，紧接着右掌变拳向下打拳，然后呢左掌按掌右拳收回到胸前，又向前打出，啊，这叫五花炮，啊，我们也叫七星锤。我把七星锤做给大家完整的演练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打打。好，我从正面做，大家再看。拱背，接提膝，打，打。然后呢，打完以后，我们接左侧的七星锤，拱背。劈掌接肘打翻翻打打。大家再看，拱背，左拱背平龙手磕肘打翻翻再打。然后我们下面呢需要做一个高探马，借滑步外搭手，啊，滑步外搭手，大家注意看我做。做完以后，拱背向前龙背，
右腿向左腿扣出，右掌向左掌盖击，盖击，盖，然后落步，左背向下，右背从左背后穿出。这时候大家注意，我的左腿画个弧，向后面闪，闪躲。在闪躲的过程中，左臂向后画接续画，向前拖出，啊，我们叫外搭手，搭一个提手，一个回打的打字。大家注意啊，我们七星锤打完了，在拱背、撩掌、盖掌、扣腿、分手、滑。大家注意，这个动作做的时候，也要做的很妙，很巧皮啊，很妙，也很灵活啊。注意看我，拱打，外搭手动作做完了以后的话呢，下面我们做个雕手侧甩腿，雕手侧甩腿。大家注意看我，然后。外搭手，然后右掌从左腋下向前穿出，穿出，左手扣于右小背，右掌变拳拽，我们讲究金丝缠腕，也叫小别腕，别对方的腕子，请小擒拿动作，别腕就在别腕的过程中拽腿，啊，注意啊。外搭手插掌踹，请大家注意，我们在做高探马、外搭手和缠手踹腿的时候呢，这是一组动作，我们要连贯的去做啊。注意，当我们七星锤打完了，拱臂盖掌，两臂分开穿掌，注意注意外搭手的步子和手法。然后呢，插掌，插出去以后，缠腕，踹腿，踹完腿以后，下面接一个打礼盒，礼盒摆掌，摆掌。大家再看一遍啊，金丝缠腕缠。踹腿，打礼盒，摆掌，摆掌摆完以后是个虚步。我从正面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七星锤打完，拱背，开掌，高探马回身，穿臂，然后插掌，反手拽。向下要拽，金丝缠腕，拽的过程踹腿，踹完了，摆背，转体，向右转体，转，啊，摆过来，两背呢，两背向前，啊，最后，左背呢，成平的，右背呢，侧立掌，在右胸前，在左胸前。好，下面我们进行三路皮瓜拳第四段的演练。第四段的起头呢，也是三段的结尾部分，是虚步亮掌，也叫虚步摆掌。然后的话呢，下一个动作是行步穿掌。大家看我，两手向金前方向上云起提腿啊，再看我提走穿掌，再穿掌，在武术套路中呢，有好多行步啊，我们前面有压行步，二路皮瓜拳有压行步，前面呢我们有
鸟爪刑部。现在呢，我们做的川掌刑部，啊，川掌刑部，啊，刑部在武术中也有很积极的意义啊。在一般，它主要把你的步子走得很轻灵。左右手经向右侧摆起来，插掌提心行步走，左手从头前撩起来，右手再撩起来，插，再看我慢慢做一遍，准备提心摆掌，从前面带拧起来，穿提走，插右掌，插左掌，沉马步插掌。这个动作呢，我们一定要走得灵活，就像一路皮划拳一样的，它主要是走串铃的啊。我们前面做啊，一路皮划拳的行步是这样走的。那我们三路劈划拳的刑部趟子的话呢，就是走一个直趟啊，主要体现你的身法和你的步行步伐啊。撩走架插架插掌架掌插掌架掌戳掌完成。一般呢，作为一个运动员，你在上场进行表演和练习的过程中，根据场地的大小和你这一趟的长度的要求，可以做左右左三组动作就行了。大家看我做啊，提起来，左势右势，再左势就行了，然后上步形成马步插掌啊，形成马步插掌。插掌的时候的话，左掌架于头的左上方，不要直立，背略有弯曲，右手向前插出啊，右手向前插出，眼睛看着右手，也叫右掌，插着掌啊，插出去。我从正面演示一遍，大家看一看。提起来走，要走得很轻灵，很妙。再看一遍，注意我的身法，资料拧起来走走，插。当我们做刑部穿掌，左右在走的过程中做完了，穿掌结束以后，我们做两个朝阳手，大家看我演示一下。对方向我进攻，我架起对方的臂膀和着腿部，插掌，再插掌。啊，画圈不要画得太大，因为一定要小，人的侧体部分也无非就是这么七八寸，不到一尺，所以在做的过程中，你的圈呢也是很小一点点，晃背晃得很小啊，晃背晃得很小，不要太大啊，不要太大。我从正面做一遍啊，看我画背收起来插掌，画背收起来插掌，画背收起来。这个式子呢，大家在练习的过程中可以把它挑出来单练啊，主要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可以做到一步换形啊，左右式，左式换右式，右式换左式。大家看，插掌啊，两个
做一个朝阳手，做完以后紧接着做一个翻身盖掌戳指啊，插掌。大家看，当我们马步插掌插完，做左右朝阳手，做完以后紧接着回身，右臂向下一接近，翻身盖膝插掌。大家看我啊，一回背向回劈出，盖掌插掌啊。做的时候一定要把攻防含义做出来啊，不要直接翻，那翻不过去，借一点小劲，然后向回劈，掌外侧向回劈，盖掌插掌。我从正面演示一遍，盖插。我从反的方向，我再做一遍，做一个朝阳手，再做一个朝阳手，收臂反盖插掌。下面我们进行三路皮瓜拳、飞虎拳的第五段的演示。当我们做朝阳手一次、两次，翻身弓步戳掌完成以后的话呢，这个动作是不停动的，紧接着一收向回收手，啪，运我的左手的手背部分向前打出。皮瓜拳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一个老人曾经和我谈起过，说皮瓜拳啊，就是左右劈掌扇嘴巴。当然也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，但有好多东西它都是掌法去激人的。所以我们插掌插完以后的话呢，紧接着啊打，再左步向前跟半步，再插一次，再打一次，然后翻身龙背，一龙背形成一个虚步亮掌，我们也可以叫亮掌，也可以叫架掌啊。大家看我啊，插掌打一个翻掌，再插一次，再打，然后借着劲呢翻掌，龙背像扁担一样滋溜紧过来，成虚步。现在呢我们紧接着向后退，右腿啊，右脚向后擦地退出，向前右掌变担子锤向前打出，打完上动不停，我们向后分手跳按，这又叫个托掌啊，又叫托掌。我们在一路劈瓜拳，我们是正面托掌一次啊，正面托掌，但是我们这是退步托掌啊。大家看我做啊，弓步插掌，一再来一次，然后挑背插打弓拖拖啊，这就是双创掌的一种反向的双创掌。我从正面给大家演示一遍，插掌蹲一次，再插，再蹲，然后拖出来打跳再按。下面呢我再从相反的方向再做一遍，打
大家注意，还是麒麟布啊，布子注意啊，都是麒麟布的双创着。做完以后的话呢，我们两个瓦楞掌变掌，右手从左手手心处穿出下穿掌，提起。大家再看我啊，变掌穿做瀑布穿掌，提起，然后上步击掌拍脚，注意啊，这是一组比较就长拳化类型的动作，穿掌穿完，提膝绕背龙背击掌，然后左掌变勾手，侧立左侧，右掌向前迎击提出的脚面啊，右掌迎击踢出脚面，然后动作不停，左脚向外摆步，再转身打个礼合，打完动作还不停啊，做一个根步麒麟步，上架拳右架拳，再做个麒麟步左架拳，大家注意，这也是一组动作。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运动员，你在瀑布穿掌结束以后，那么说这个拍脚动作你就可以做成跳起来，做成二踢脚动作啊，做打啊，这个礼合动作可以做成旋风脚的动作打出来啊，然后做麒麟步上架，左右上架拳啊，左右架拳眼睛看右拳，左架拳眼睛看左拳，左右麒麟步架拳也叫架背的动作，我从正面给大家演示一遍。当礼合腿打完以后啊，打完礼合腿以后，右架左架啊，我再从相反的方向再做一遍，大家看，礼合腿打完架架，这个动作我们做完以后，下面呢我们紧接着做下面的动作，下面是左右刮腿，架完以后左步向前微微上半步啊，移动啊，截腿反截啊，提右腿反截，然后右步右脚落步外摆，两背右背向下转，左背向上提右提左腿，然后形成桂膝冲拳，我从正面做一做，大家看一看，一截截腿反截再冲拳，大家注意，这个动作我们做的时候还是要一气呵成啊，一气呵成啊，在弹腿三路弹腿里面就有左右拱膝的动作啊，我们在这儿大家再看，礼合腿打完以后截一次截两次啊，架拳，然后上截下压再截腿，根部桂膝冲拳，下面我们进行三路劈瓜拳第六段的演练，从桂膝冲拳身体向右微转，右臂变肘向后击出，
临走，战后击出，一定要脆劲和爆发力啊，击出，然后呢，动作不停啊，打一个迈白腿正脚，打个飘腿，这组动作的话呢，是一个完整的一组动作啊，这两个动作是完整的一组结合起来，在中间演练的时候不要停动啊，大家注意看我，一打跳飘子腿，打完分掌，下面我们接一个动作啊，打下斜快马加鞭啊，这个动作完整的就叫快马加鞭，也是上扫下扣一步翻啊，反背左背向外侧翻，右背向里侧翻啊，两手形成剑指，剑指啊，看着很自然的，这两掌很自然，不要做成鲤鱼掌，很自然的啊，拉起来啊，很自然拉起来，然后向前行步，五六七啊，向前走七步啊，做一个行步啊，快马加鞭嘛，要行步了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时候的话呢，我们后手右背从头顶绕起来，绕起来，在绕的过程中，右左掌向前击出，迎击右脚啊，迎击右脚，注意啊，迎击右脚，迎击，然后打个撩阴掌，打个撩阴掌，再架拳。现在呢，我把快马加鞭，我在相反的方向给大家做一遍，大家注意看啊，迎接打二三四五六七，绕臂击步撩掌架拳打虎式，当我们打虎式做完以后，撩掌打虎式做完以后，下面呢我们做扣腿结臂，结扫背，刮架，刮，在刮的过程中扣腿，刮完马上向右方刮肘，然后左肘再向前刮出，这时候左背外旋，右背收到身体后侧，直背左拳向左腰侧收出，右背从肩部冲出，形成虚步冲拳，我从相反的方向再给大家演练一遍，当我们架完以后，刮刮再刮冲拳，虚步啊，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大家演练一遍，刮架收啊，刮割，当我们虚步冲拳完了以后，我们就做最后的收势了啊，收势翻，两掌向从胸前翻来，像这像从口里面吐出来一样啊，翻分掌
并不安生。大家再看我说，退步翻，再退步，并不安生。从相反的方向看我，退，退，翻，从翻闸，退着步，下东，按闸，按完向前上半步，又恢复到顶天立地。我们三路劈挂拳就整个演示结束了。三路劈挂拳呢，是劈挂拳系列里面套路比较长的，也我们叫做大的一个套路，它的内容、它的结构也是很丰富的。演练中呢，最适合于青少年武术爱好者进行演练。我今天呢做的三路劈挂拳呢，是由我的老师、当代著名的武术家、回族武术家、河北沧州杨石桥人马应达先生亲自传授给我的。但是呢，我在演练的过程中有很多地方呢做得很不到位，有很多东西地方也许没有表示出劈挂拳的原来的意思。愿意和武林道的同志们携起手来共同探讨劈挂拳，希望大家多多可以赐教和帮助。